One more time, we're going to present this in Chinese, so you don't, if you don't have this little thing, probably want to get it. I think they have it on every floor. deep diving, 专门说 SED 核心的这个 RAFT consensus algorithm. 这个 RAFT consensus algorithm, 如果你们没有听说过的话, 它是一个 分布式一致性 算法, 怎么说呢, 它是基本上说, 是 SED 为什么成为 SED, 它为什么可以 做到它的这些功能。 所以如果你们今天听了这个, 我们的这个 talk, 然后再去谨议明天的 这个 RAFT consensus 的这个 talk, 就会更 清晰地了解这个整个故事是怎么回事。 好, 下面我们就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议程。 首先先简单地说一下这个 SED 度量指标的接口。 换个地方说。 SED的度量指标接口, 每一个 SED的服务器, 它都会把它的度量指标导出到 客户端接口的 slash matrix 这个路径上。 所以说你如果 curl, 比如说 default 缺省是 2379, 你 curl 2379 matrix 就可以得到 这个 SED 服务器的度量指标。 那还有一种方式呢, 你是可以通过
一个 flag 叫做 listen metrics URLs， 这个应该也是近一年之内加的一个 flag。你通过这个 flag， 然后你可以自定义一个不同于客户端接口的一个专门用来提供度量指标的一个接口。它的好处，它这个好处在于什么呢？就是你个 data center 就安全性非常重要，对不对？然后你也不想所有人都可以去。读写你的 etcd 里面的具体数据，那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对你的客户端接口进行加密，然后你把 2379 加密了以后，你可以定一个另外一个，比如说9379 专门来得到 metrics， 这样子需要监控的那个用户就不需要有这个客户端的权限，只需要去监控9379就可以了。好，这个。 我们在拿到了这个 metrics 的接口以后，我们开始说一下，一些经典的 SED 度量指标。为什么说经典呢？因为他们在 SED 里面时间已经比较长了，就是从SED 开发出来比较早期就存在。那我们可以想象，一般都是一些比较必要的指标。这些指标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服务器指标，然后。 下面我们还继续会说到硬盘指标，以及网络指标。顺便说一下，我们下面说的那些 list 都是在这个documentation metrics.md 上面会找到。服务器指标当中，我们从第一个开始说起 ，has leader， 这是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指标，就是说你如果说 SCD。 你有一个指标，只可以监测一个指标，这就是那个指标。怎么说呢？就比如说你的电脑如果不工作了，你先看一看你的电源有没有插上，对不对？就 SCD 如果有出现异常，你最先看一看它的这个集群还有没有 leader。那 leader 都没有了，肯定挂掉了，是不是？那leader 是什么？我先问一下在座的各位，有多少人知道 leader 是什么？ 好吧，我大概了解一下，那我还稍微说一下，我简短说一下，我再说一遍，就是这个 RAF 的这个 consensus algorithm 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东西，要解释起来比较难。那个景逸明天会说，那我今天讲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就是 RAF 的它是一个 leader based 这个一致性的算法，它就是说一个集群里面每所有的节点在一起，我们选一个人来当 leader， 然后。 所以就 has leader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这个 leader 呢，他选上了以后，他不能当一辈子。就是如果他出现什么问题的话，其他的 follower 就会很自觉地说啊，算了，我们再选一个别的 leader。然后什么时候会开始重新选呢？就是在这个集群里面，这个 leader 会一直给他的 follower 发一个叫 heartbeat， 然后就会一直说 I'm still here， I'm still here， I'm still here。然后如果这些 follower 就是看不见这个 heartbeat。 一段时间就会知道说啊，这个 leader 可能有问题了，是吧？这个时候就会发现 leader change， 所以 leader change 是一个正常的行为。那什么时候不正常了呢？我们看第二个那个度量指标，就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它发生的次数非常多、非常频繁的时候，你就会想要看一下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对不对？一个非常大的可能性就是你的网络。 可能有什么问题？你的网络开始变慢了。如果你的网络开始变慢了，那你可能就需要调节一下你的这个 SCD 设置里面的 heartbeat timeout 和 election timeout。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网络是不是真的很慢？或者说，根据网络的一个什么样的值来设定heartbeat timeout？ 和 election timeout 呢？这个我们会在下面的讲到网络的时候会继续说到。下面这四个指标，可以看到都是跟 proposals 有关的指标。proposals 是什么呢？它是 raft 里面一致性的这个请求。again， 这个景逸明天会说到这个 proposal 的具体的细节。那么我今天大概说一下这个每一个度量指标对你的影响。Proposals committed total， 就是说这个指标提出的数量。
请求提出的数量，然后这个你要知道的是，就是不同的 SAD 集群当中不同的节点，它对请求提交的数量是有可能不同时一致的。就说什么呢？有的节点可能快一点，有的节点慢一点，它在一个时间你看到 committed total 有可能不一样，然后 leader 他可能提出的指标，提出的这个请求是最多的。那你就说，那我什么时候需要引起重视，然后需要做出反应呢？ 就是说，如果某一个节点某一个 follower 跟这个 leader 的指标相差的特别多，然后甚至越来越多，那么这个 follower 这个 follower 节点有可能开始变慢，出现了一些问题，你就可以开始做一些反应。然后下面一个叫做 proposal applied total， 就是请求实际上应用的这个数据数字。那 在 SAD 里面呢，那每一个服务器对请求的 commit 和 apply 是不同步进行的。所以说 proposal applied total 和 proposal committed total 这两个数字在一个 SAD 服务器上它是有可能不一样的。那即便是不一样，也不会差很多。不会差很多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在一个负荷很大的 SAD 集群当中。 它可能这两个也就差几千而已。如果在座各位在使用当中看到过更大的，你可以告诉我，我们需要 update 一下。然后如果这两个数字的差距越来越大，那就很有可能是你的 SAD 超负荷了，是吧？然后下面一个是 proposals pending， 就是说等待被 commit 的请求的数量。那在一个节点上，如果这个数字越来越大， 这个节点可能出了什么问题，他没有办法 commit。然后 proposal failed total， 就 failed 看起来就比较恐怖，就是但是呢，这个 failed 在有的情况下是可以出现的。你在 leader election， 在大家说，哎，现在没有一个 leader， 我们要选一个 leader 的时候 ，proposal 是可以 fail 的。但是如果这个情况变得不是一个临时的状况了，变成就是failed total 就是一直出现。 那就比较不好，就说明可能你的 SAD 集群，可能叫做一个 loss of quorum 在 Raft 里面，就是说大多数的节点可能已经不工作了。那这个是一个比较 scary 的事情，是比较恐怖的事情，你可能需要停掉你的集群，然后重新 restore quorum。Okay， 然后下面一个是 SAD 的硬盘状态指标。 SAD 呢，对于硬盘的表现是很敏感的。然后它，这个 Raft 它为什么可以保持一个各个节点之间的一致性 ？Basically， 它最基本的这个原理就是说我这个状态机它从一个一模一样的状态开始，然后 apply 了一模一样的 log， 然后它的最终状态肯定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在这个 SAD 的运行过程当中，很重要的操作是把请求的这个 write ahead log 叫 wall log 存到磁盘上，还有一个就是要把这个状态机的快照存到这个硬盘上面。那所以你如果去监测这个 wall fsync duration seconds 和 backend commit duration seconds， 你就可以得到说这个硬盘的表现是怎么样子的。如果这两个数值特别高的话，就是说明你的硬盘太满了。 好，下面就是网络状态指标，在 SAD 当中，就是 SAD 不同节点之间的 peer 之间的数据传送是通过网络的，还有一个就是SAD 的服务器和它的 gRPC 客户端之间的数据传送是通过网络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一个方面，主要是一个 peer 相关的指标和client gRPC 相关的指标。 那么就很明显了，就是你这个数据传送，然后 fail 的特别多，就是网络之间的数据传送 fail 的特别多，或者特别慢，那肯定是网络有了什么问题，断掉了，开始变慢了。这里我要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这个 round trip time seconds。 我刚刚说到，就是我们要避免这个过度频繁的leader change。 那我们根据什么来调整 SAD 的这个配置呢？
来控制这个 lead change 不要太频繁呢，就是去看这个 round trip time， 它直接反映了你的网络的速度。然后我们有一个，我们其实有一个这个，推荐值，就是说一般 0.5到1.5倍的 round trip time 是用来设置 heartbeat timeout， 然后用10倍的 round trip time 来设置为你的 election timeout。 OK， 就三个 slides 我们已经讲完了我们所有这个在正式文件上面记录在案的度量指标。下面有十几个 slides， 我们都会 focus 在过去这一年里面新加的一些非常有用的 SAD 的度量指标。那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过去一年里面 SAD 的这个 observability 大大的提高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正式文档，需要同样强度的提高。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这方面给我们帮助。我们从最简单的开始说起。首先，我们增加了一些版本相关的指标，包括 SAD 的集群版本 ，SAD 的服务器版本和服务器所用的 Go 的版本。如果你们以前用过 SAD 的话，知道这些数据都可能需要你看通过看SAD 的配置啊，通过看 SAD 的 log。 来得到，现在你就只可以直接从 metrics 来得到，就很方便。然后呢 ，snapshot 就是状态机当前快照，对吧？我们刚刚说过，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操作，对于 SAD 来说，对集群也有非常大的影响。但是以前没有这些相关的度量指标，在过去一年我们增加了非常多。它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对。 本地的这个 snapshot save 这个操作的一些监测，然后第二部分是对在那个不同节点之间传送快照的这些发送和接收的监控。OK， 然后这两个指标的增加呢，是用来监测peer 的健康程度，一个叫 SAD network active peers 和 Disconnected peers active 非常直观，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个 SAD 的集群啊，有一二三组成。那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集群。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一号的这个 metrics， 就可以看到它有两个 active peers， 一个是2，然后 value 是1，然后还有一个是名字是3，它的 value 也是1，说明它们两个都在健康的运行。然后到一定状态下。 我们开始发现，这个一号的 metrics 变成2号的这个 active peers value 变成1了，然后3号 active peers value 变成0了，然后它又增加了一个叫 disconnected peers， 有一个3号 value 是1，那就说明3号挂掉了，是吧？OK， 然后有三个，我们又增加了三个这个度量指标，它是可以反映 database 大小的一个状态。 第一个叫做 SAD server quota backend bytes， 你们可能觉得有点眼熟，是因为它可以通过一个叫 quota backend bytes 这个 flag 来设置的，是你们自己设置的。但是 again， 我们加了这个度量指标了以后，你就可以在 metrics 直接得到，不需要去看 config， 不需要去看 log。然后在下面有这两个可以结合在一起使用，一个叫 MCCC DB total size in byte， 还有一个是 total size in use in byte。 就有点拗口，但是它说明什么呢？这个绿颜色这一部分呢，就是physically allocated DB size， 然后这个黄颜色部分呢是 in use in byte， 所以就是实际上 in use 的这些大小。那多出来的地方呢，可能是已经被碎片化的。所以它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呢？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做一个 defragmentation， 这些是你可以节省出来的这个 DB size。 OK， 好，我们继续讲。这个是和磁盘、硬盘比较相关的一些我们新加的指标。为什么把它们 group 在这里呢？就放在一起呢，就是通常情况下，如果这些出了问题的话，可能是你的这个磁盘比较慢。我们一个一个讲啊。第一个它叫 SAD server heartbeats and failures total，
这个 failure 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就是误导啊，就是是怎么样的？刚刚文佳也讲了，就是在一个集群之中，那么有一个节点它是 leader， 然后 leader 会周期性的发出 heartbeat message 告诉其他人我还在。那么当接连的两个 heartbeat message 的间隔超过了这个 by default 就是。 预设的值就超过了两倍的 heartbeat 的这个正常的应该的间隔的话呢，我们就会说啊，这个 heartbeat send failure， 这个 matrix 就会加一，那么就是我们现在 document 上面写的是说呢，如果你的磁盘比较慢的话呢，你可能会看到这个 heartbeat send failure，不过我最近看了一下 code， 我觉得好像这个已经。 这个问题应该已经被 optimized 掉，已经被优化掉了。就是一个慢的磁盘应该不会导致heartbeat send failures。不过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待探讨。如果你们就是如果哪位磁盘比较慢，然后你们可能并没有看到过这个 total 这个 matrix 在增长的话呢，就是可能也从侧面说明它被优化掉了。那么我们再讲下一个 server slow apply total。刚刚文佳也有提到过，就是。 SCD 的做法是说它的本质是一个 key value store， 就是一个存储嘛，把它理解为一个状态机的话呢，你所有对这个 key value store 的操作，首先都要先写到 log 里面 ，write ahead log， 你要先写到 log 里面，大家绝大部分人都同意了以后呢，那个叫做 committed logs， 然后所有 committed logs 呢，我们再按照顺序一个一个的把它 apply， 就是把它 apply 到 key value store 上面，那么每一个本地的这个 local 的这个 node 在 apply raft entry 的时候，就是你想要做的操作，不是说刚刚说过吗？先要 append到就是先要放到 raft entry 里面去，那么在 apply 的过程中，这个 matrix 就是说，如果你 apply 的时间超过了这个预设值，应该是100毫秒。如果你超过了这个预设值的话呢，那么很有可能就是是你的磁盘比较慢。这个具体的话，我们后面有个例子会讲，它有可能有其他的原因造成了这个 apply 的速度比较慢。我们现在暂时先就留到后面讲吧。然后下一个是 backend defrag duration seconds， 这个就是。 顾名思义，磁盘碎片整理的这个时间，为什么要做碎片整理呢？上一页 slides 文佳刚刚讲过了，就是SCD底层是用的，它是用的 包 DB 啊，就是当 SCD 你往里面不停的写东西，不断的更新你的数据的时候呢，当它空间不够的时候，它会跟操作系统要说再给我分配点空间。那么当你释放了 SCD 里面使用的空间的时候，比如说你这个时候呢，SCD 内部是会变得有更多可用空间，因为你刚刚释放了一些不用的空间，但是这部分空间并不会释放回给操作系统，所以你在 SCD 外面来看，从操作系统的角度来看呢，SCD 它的使用的这个磁盘空间会不断的增长，因为它只跟操作系统要，它不会释放回去。那么唯一释放的方法呢，就是做磁盘碎片整理 defragmentation， 这个基本上是你在做的过程中。 服务器本身的所有读写都要暂停，因为它本质上呢是要跑到这个底下就最底层的这个存储的文件里面去，把你所有的 key value 都读出来，然后重新生成一份新的file。那么如果这个过程比较慢的话，那肯定就是你的磁盘的问题，比较慢。然后后面两个是他们差不多啊，他们都是。 和刚刚那个有一点接近，就是说，像这个 hash 的话呢，它是打开你的这个你存的所有的 key 和 value， 然后把它们都读出来，然后做一个 hashing。那么这个也是说跟磁盘的速度是比较相关的，因为它是 traversing 嘛，就是要遍历一遍你所有的 key value 在你的磁盘上面。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时间都比较长的话呢，那就是说明你的这个磁盘比较慢。 好，那么下一页呢是服务器端一些比较新的指标。第一个 ，etcd server is leader， 就是顾名思义，我这个本地的服务器是不是因为刚刚讲过一个集群里面有一个 leader 嘛，那么它 either 就是要么就是要么就不是
etcd server ID， 这个 ID 呢就是它就是一个 ID 啊，就是因为这个 server 本地它也有一个 raft node， 然后这个 raft 本身是有个 ID 的，他们是用同样的 ID。下面两个 health success health failures， 这个是说什么呢？就是很多人绝大部分用户他们会使用一个 health endpoint， 就是比如说 localhost 2379/health， 用这个来监测说我这个服务器是不是健康的。你每监测一次呢，那么返回就是要么是成功要么是失败，同时在 matrix 里面我们也会记下来，就是如果成功的话你看到这个 matrix 会加一，失败的话那么下一个 failures 会加一。后面两个是跟 read index 有关的，一个是 read index failed， 一个是 read index 比较慢 slow。那么可能首先得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 read index 这个东西。大概简单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因为 etcd 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虽然我是一个集群，但是当 client 跟我交互的时候，我希望让你看到的是一个一致的，就相当于我是只有一台机器一样的。比如说你刚刚写了一个什么值，那么你紧接着再来读的话呢，我能保证你一定能读得到，虽然可能serve 你这个 client 的服务器并不是同一个。那么在 etcd 3.0 之前，你如果要读的话呢，你的 request， 如果你要做一个 linearizable read， 就是一个by default 就是用 linearizable read， 如果你要做这样一个 read， 那么这个 request 会要先给 leader， 然后 leader 来接受你的请求。 3.1 开始呢做了一个优化，这也是 raft paper 上面已经有过的一个优化，就是说我们服务器本地也可以来 serve， 也可以来回应你的一个 read， 就从我本地的key value store 里面去读就好了。但是这个时候呢需要确保正确性，因为你可能本地并没有更新你上一次 client 发出去的读，所以呢这个时候要做的事情就是我在 serve read 之前，我先要问一下 leader， 我们现在整个这个集群里面大家已经同意到就是哪些操作已经大家同意说我们要 apply 到 key store 里面了，那么本地当我们把那些已经同意的 apply 完了以后，我才可以去返回这个 client request， 我们才可以去 serve 这个 read。 所以这个 read index 呢其实就是一个从我 local server发送给 leader 的一个 request， 我需要问一下 leader 我们现在同意到哪里了，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意思。那么在问的过程中呢，你可能问的时候就发送失败了，那这个时候你会看到 failed total 加一。那么如果你问成功了发出去了，这个时候你要等 leader 回给你大家同意到哪里了。那么如果回复的时间过长 timeout 就超时了，那你会看到 slow read index。 或者另外一个情况呢，你现在问出去了，然后你介绍了一个回复，这个回复并不是你刚刚问的，是可能是你之前问的一个回复，那么这个时候它也是说明read index 比较慢，你会看到这里会加一啊。然后这个是我们新加的 etcd learner 相关的 metrics。 learner 是可能要先讲一下 learner 是什么。learner 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 non-voting member，就是他作为集群里面的一个成员呢，但他并不参与 voting， 那么他也不参与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大家需要一致的同意了做什么事情再去做，就是 learner 不参与这一部分。我看我们有没有时间来去好大概再讲一下，就是说为什么需要 learner 呢？我举一个例子吧。在你做 cluster reconfiguration 的时候的安全性的一个例子，比如说你现在的假设说你现在只有你的服务器集群只有一个节点，那么现在你想要把它变成一个 HA cluster， 就是 high availability cluster， 你要变成三个节点，那么可能你第一步是要先加一个 member 进去，从一变到两个。那么加的过程呢它是分两步的，在 etcd 里面第一部分是靠一个 API， 就是 member add，你先要把你要新加的这个 member 先要介绍给你现有的一些成员。第二步呢是你去真正的去就是开启你这个 etcd 的这个 binary， 对吧？你要启动这个 etcd 的 server， 这个 server， 对。那么有什么潜在的安全性的问题呢？就是你可能第一步在 add 的过程中，因为你要提供一系列的参数嘛，你这个参数不小心写了个 typo， 比如说你说我要新加一个这样一个 member， 但是它的 IP 你写错了。那么这导致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新的这个
server 并不能真的起来，因为你给了一个错的 IP， 那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 revert， 就没有办法取消你撤销你之前的这个新加这个 member， 因为它已经加进去了。这个时候如果你说我可不可以把我刚加那个 member 删掉呀，要删掉的话呢，因为你现在 conceptually 就概念上来讲，你的集群里面已经有两个节点了，他们要同时，就是他们要同意，两个都要同意才可以，对吧？但现在你只有一个 server 在跑，另一个 server 你还没起来，因为你 misconfig 了这个 IP 嘛，它起不来，那这个就比较麻烦了。这个是相当于你就需要重新开一个新的 cluster 了，就是它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操作失误啊。那么用 learner 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它并不真的去参与投票和这个参与这个一致性的这个决定，所以万一在同样的这个情形下，万一你操作失误了 misconfig 了这个新的 member， 你可以把它 revert， 你可以把它就是撤回。那么就这三个呢，就是和 learner 相关的 metrics。 第一个呢，顾名思义就是我这个 server 我刚刚加的，它到底是不是一个 learner。 另外两个和 learner 的这个promotion 相关，就是一个 learner 被加入了以后，你可以把它过一段时间以后，你可以把它 promote 成一个正式的 member。 那么它有可能成功或者失败，可能时间不太允许，我们就不讲具体的这个细节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看这个具体的 implementation， 就是怎么实现的，是去看一下这个 link。好，下一个就是简单说一下，可能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这样用啊，就是 etcd 也可以把它用作一个 proxy， 然后它背后是一个 etcd 的集群。那么原本的话呢，你如果去这个，如果你现在这个 etcd 是用作 proxy 的，你去它的这个IP， 然后port 2379然后 slash matrix 的话呢，你看到的是它作为 proxy 的 matrix。 如果你想看看它背后的 etcd 集群的 matrix 呢，本来是并没有看就看不到的。然后最近也是新加了一个这个 flag， 这个 flag matrix address， 你通过这里 specify， 就是可以告诉你通过这个 address 呢，就可以看到它背后的 etcd cluster 的 matrix。 好，后面的两页呢都是 experimental 的，就是实验性的 matrix。 这一页呢是关于这个 etcd 底层的 bolt db 的，如果就是你需要 debug bolt db 的相关的东西的话呢，也提供了一些 matrix。 下一页呢是跟 list 相关的，也是 experimental， 就是实验性的 matrix。可能这里要提一下的就是说，通常情况下我们不管是作为 developer 还是作为就是用户啊，在开发以及维护 etcd 的过程中，可能你会觉得也许我加这样一个 matrix 会比较有用，但是并不完全确定。所以那么第一步呢，一个比较好的做法可能是先加一个实验性的，就是 experimental matrix。 他们的前缀啊一般都是他们的前缀一般都是这样，就是带一个 debugging 这样一个字的。那么过一段时间，如果大家用的比较多，发现它也比较稳定了，可以把它 promote 成一个正式的 matrix。 好，那么我们很快的举两个例子。那么还有多长时间？很快举两个例子啊。一个是最近看到比较就是可能抱怨比较多的，就是在那个 server log 里面，很多人会看到一个 warning， 就是说 apply entry took too long， 就是和刚刚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很像啊。就是这个为什么会花这么长的时间去 apply 一个大家已经决定的一个 change。 这个通常情况下你第一个要确定的是你本身 request 是不是特别大，就比如说你这个你想要做的操作是想要读所有的 key value 在你的 store 里面，那么你可能已经存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那你本身返回的这个东西就可能有比如说10000个 entry 或者100000个 entry， 本身就非常大的话呢，那它是会花比较长的时间。那这个你就不需要担心了。排除了这个以后呢，那么很可能就是你的磁盘速度比较慢，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过了。那么最相关的话就是这个 matrix backend commit duration seconds。 通常情况下我们推荐的话，这个你可以看它那个 P99 的时间，通常我记得我们是推荐是要小于10毫秒。这个本身这个 warning 实话是超过100毫秒就会显示。然后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你跑 etcd 的这个 machine， 这个 machine 它本身这个 CPU 和 memory 呢可能就是不够用了。
这个从 metrics 没办法看，但是你可以就是 login 到你的 machine 上面，然后去看一下这个 CPU usage、memory usage。好，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比较容易看到的 client request timeout， 就是超时啊，你请求超时。举个例子的话，就是比如说你用 etcd/cuddle， 这个是 command line tool， 然后你说我要写一个 full bar， 然后正常情况下它会很快的就说啊，告诉你写完了，然后给你返回 OK。就是会打印出来一个 OK， 告诉你写完了。那么这个情况下呢，可能等了几秒钟，发现什么都没发生，然后返回了一个 error， context deadline exceeded， 这个就是超时了。那么可能第一件事要去查的呢，就像文佳刚才提到的，就是看你的 cluster 是不是还能操作，看看有没有 leader， 然后你去看一看是不是 proposal failed。如果没有 leader 的话 ，proposal 肯定会 fail 啊。然后比如说没有 leader 的话，那你可能下一步要去看一下 networking 相关的 metrics， 看一下是不是 peer 之间没有办法互相通信了。如果这些都可以的话呢，就说明你还可以 make progress 啊，就是 cluster 你的集群还可以接收你的新的请求，但是有可能是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这个 apply 速度太慢了，它可能本身就已经超过了一定的时间，导致你整个这个 request 就 time out， 就是超时了，这是有可能的。好。谢谢大家，有什么问题？对，我再补充一个，他刚刚提到那个 health， 就是我第一个 slides 讲说 SCD 的这个 matrix 的接口是你可以自定义，那你换了自定义的那个 matrix 接口的时候，实际上 matrix 和 health 是共用同一个接口，你也用那可以用那个接口来监控它的 health。 好，有什么问题？好像没有什么时间。为什么这个Matrix 里面不添加就是请求的那个 duration， 没有这方面的，就是你是说每一个请求我们都记录下它的时间吗？这个有点像 auditing 是不是？就是我想先说，就是如果你有一个 debug flag， 就是 /debug， 如果你把它打开的话呢，其实有点像 auditing， 就是你所有的 server 给来 server 的 request， 我们都会记录下来这个 request 有多大，花多长时间，这个 request 本身是什么，比如说是个读是个写。不过你刚刚说那个也挺，我觉得也挺有用的，就是你说采样是吧？嗯，你可以加一个 SD debugging 的 matrix。啊，你好，谢谢分享。然后我想问一个，就是在 EDCDVR 里面它有一个 HTTP successful duration 那个 matrix， 然后 V3 里面就没有了。然后我就想问一下，那么我如果想看这个 duration 的 matrix， 有V3 有什么替代的参考吗？你说的这个 V2 的是什么 HTTP duration？ HTTP successful duration。 哦，这个我并不是特别熟悉。哦，那先这样，比如说我有一个 HTTPCTL get 这个 HTTP 请求，那么我有什么可以参考的 matrix？ 现在就是说我可以知道他的请求的他的好事之类的。我们可能暂时没有，就是刚刚提到过的，开了这个 debug 的这个 flag 的话呢，你是可以看到每一个 request 的是耗多长时间。OK， 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那我这个 get 请求的话，我是不是每个请求我都会产生一条那个 raft 的 log， 然后会持久化到那个 word 那个文件里面？3.0 3.1之前就包括 3.0 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如果要做个 linearizable read， 它要先写到 raft 里面，然后再等它到，然后你本地再 apply 完了以后把这个结果返回给 client。 但是 3.0 之后，从 3.1 开始是做了这个优化的， log 里面不会再显示 linearizable read。就是说3.0 以前它是会有一个持久化的，就是持久化，有一个就是把你这个请求的那个持久化到我的磁盘。对，那其实这个时候我可以参考，就是可不可以参考刚你提到一个很重要指标，就是 fsync word 那个。对，那个就是完全相关的。那假如我这个 get 的话，就是像你说的，就是是一个就是 quorum 的那个 get， 那么这个时候我会经过一个就是 member 之间的一个 consensus。那这个指标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参考，就是有一个就是您刚刚也提到的有一个 peer round trip 那个？
那个是其中的一部分，对，我觉得大概你是可以通过一些指标然后把它们就是算一下，对对对， 我就是这个意思，我因为对，可以的，可以的，可以哈。也就是说，但你要先了解它这个流程，请求的流程是怎么样，就是它的 flow 是怎么样的。你这个 get 到了 local server 以后，它可能会先有一个 request 到 leader， 然后 leader 返回回来之类的。对，我们可以后面再想它们。另外就是我想知道这些指标有没有一些参考值，还有对应的那个硬件的标准。对应硬件标准的话是有Hardware recommendation 这样一个 documentation，那说参考值的话，大概的范围可能也有，但是因为每一个 cluster 毕竟是不太一样，所以也很难给出一个确定的值。行，好，谢谢，好，谢谢你，好，谢谢大家。我们可能我想说一个最后的事情，就是说，你们因为我们不知道每个人的 use case， 如果你们有觉得应该要加的一些东西，也欢迎大家提 issue 和发 PR。你好，我有个问题，就是您说那个数据库那个ETCD 申请数据库只会申请不会释放，那我们监控到 ETCD 的数据库大小会有一个突然的跳变，那我们用不用说做 snapshot， 然后把这部分申请的存储释放一下？如果有跳变，我猜测可能是它真的在使用很多，就是如果你去做 defragmentation， 它不一定能够释放出来。你可以去通过那个 matrix 看一下，就是 MVCC in use， 就是到底在使用了多少，你可以看一下那个。如果 in use 和它就是它有两个嘛，一个是 in use， 一个是没有 in use 的，就是说你跟操作系统要了多少，另外一个是你真的用了多少，你看这两个差别有多大。如果不是很大的话，那么你做 defragmentation 也可能就是没办法得回来多少。谢谢，好，谢谢大家，我们就那个就结束了。我有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可以之后就是你可以我们就是后面再聊吧。